HIIT 是十分有效的减脂运动，而且和传统有氧运动相比，减脂效率是它的三倍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锻炼20分钟，就相当于锻炼了跑步、游泳1个小时。所以，也是由于现代人越来越忙，办公族越来越多，城镇化越来越快，导致 HIIT 渐渐在白领圈内流行。办公间隙来一套，睡觉休息前来一会，早起干困来一套，然后一天就可以精神无比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而且许多人久坐，导致自己肚子脂肪堆积很多，想要快速瘦下来，那么就来锻炼 HIIT 吧。和健身房健身动作相比，一般 HIIT 是徒手，仅仅利用自身体重，通过不同动作快速调动我们全身肌肉。 HIIT 讲究的就是坚持就是胜利，只要每天坚持锻炼，一般都是1小时以内，持续锻炼1个月起，你会能明显感受到你前后判若两人。下面给大家推荐今天带来的4个动作，没事的时候跟着锻炼吧。除了描述动作要点外，我还会配上动图和说明，助你更加全面的理解此动作的含义。第一个动作，开合跳，双手全程过程中保持伸直，背部挺直，腰腹收紧，双脚和双手随着节奏打开，蹲下时候臀部不要低于膝盖。第二个动作，俯卧撑跳，如果第一个动作太过简单，那么可以锻炼此动作，相信你在接触之后不到1分钟就会立刻大汗淋漓。锻炼时候，当你做完俯卧撑起立时候，顺手跳起，并将双臂抬高到高于头部后方拍掌，然后再做一个俯卧撑，来回循环。此动作对于那些心肺呼吸功能不好的小伙伴是个不错的强化练习，想要远离那些烦恼，不再动辄气喘吁吁，那就赶紧来锻炼吧。第三个动作，侧旋踢腿，手臂自然屈臂，手掌微旋，高度的在侧处抬起脚，同时另一侧肘部尽量贴近膝关节。锻炼时候保持背部挺直，核心肌群收紧。此动作除了锻炼腿部外，还能锻炼我们腹外斜肌和前锯肌。第四个动作，弓步腿，双手自然垂直，可以加抓握呀，灵活跨泉水负重，一腿超侧前方迈去，同时屈膝，另一腿则伸直下落即可。锻炼时候，双手始终自然垂直，而不是紧贴着体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